徐坤非常喜欢花衬衫，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，基本上很少会在他身上看到我们夏天都会穿的半截袖。花美男孩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！这款以白色为主搭配红色爱心设计的衬衫，就是小编的心头号。再搭配一款小包，不仅不会有娘气的感觉，反而会让人感觉这个男生好清爽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选择这样简单印花设计的衬衫，随便搭配一条黑裤子就可以了，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。还有这件浅绿色的衬衫搭配椰子树的印花，清新又浪漫，还有绸缎式的料子，光是看着就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了。加上当时海边的景色，还有游泳池的存在，妥妥的夏日风情，让人眼前一亮。除了浅色系的衬衫，深色的花衬衫它穿起来也是毫无压力的，并且丝毫不会有老气的感觉。就像这件蓝与黑拼接设计的花衬衫吧，深色的设计将它本身就白皙的皮肤衬托得更有气色。